家好，我是東京體育總會的會長柯廷，咁大家咧見到個身口咧，就有好多好啦，就香港體育學院嘅場地啦。咁呢度係有咩來頭呢？原來其實喺35年前咧，第一屆嘅亞奧運咧嘅發源地咧就喺呢度嘅。咁相信大家都唔知道咧，原來第一屆喺呢度搞，點解咧？因為原來咧，其實誒取咗奧運啦、殘奧會之外咧，其實仲有6日嘅運動會。不過咧，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原來6日咧係殘奧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嘅。咁所以咧，點解我哋今年咧就重疊咗呢個亞奧運嘅舉辦權，都喺香港搞？不過咧，比起當時第一屆咧，得一個足球運動項目咧，係多咗成12個運動項目嘅。咁咧，取咗12個運動項目咧，今年咧都有20個國家咧係參與嘅。咁比起2009年嘅東亞運動會咧，係多成接近3倍嘅。我哋今次搞呢個運動會咧嘅目的咧，即係除咗希望咧係等大家香港市民入去認識呢個六日運動會之外咧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六日運動會。佢哋雖然聽唔到嘢咧，但係佢哋都突破自己，去超越極限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取咗去報名做我哋嘅運動會義工，去身體力行幫嗰啲六日運動員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捐錢或者去share俾身邊嘅朋友，等大家知道呢一個城市啦。咁呢一個城市咧，係取咗可以幫呢個六日嘅社群之外咧，其實都可以幫香港體壇去奠定一個國際地位嘅。多謝。